这个解密有点难，我们先飞下去。难在哪里呢？它有三个空位，你不知道放哪里是对的。清一下怪，拿一下仙象，把这个仙象放左边，另一个在上面。拿来放右边就可以。激活。调查一下，再激活。还有一个华丽宝箱。苍灵里也顺便拿下。